最近，河南洛阳某驾校内一个练习倒车入库的场地边，摆放着多部手机和饮料瓶，一碰就倒、一压就碎的物件组成了车库的边界。教练在一旁指挥，学员在车上练习。这可是自带音效的车库，撞上不但有响，可能还有心碎的声音。学员本来就紧张，这一下更分不清方向盘左右了。其实都是制造效果，手机不是真机，只是模型。咱都被蒙了，不知道坐在驾驶位上的学员是不是也被蒙在鼓里啊。